还会秒杀吗？小米五五月十七开卖啦！小米年度旗舰机种小米五日前于三月在中国开卖，事隔将近两个月，今天稍早官方宣布将于五月十七中午十二点于台湾小米官网正式开卖。电信通路部分，远传电信也将独家同步在当日于网络门市受理搭配门号预购。全台实体门市则于五月二十上市，其中小米五搭配5.15寸萤幕、高通骁龙820处理器、3GB 记忆体、32GB 储存容量等，搭配1600万画素主相机外，单机售价12000有找，远传电信门市售价12000。至于会不会有秒杀，下周就会见真章。东新闻台北报道。